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地产专家李杰明，RJ Realty 的负责人。那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的这一个我的代理呢，是一个15000尺的工业仓库，位于在这个 West Covina 10号以北210以南的地方，地理位置非常方便，往西15分钟到华人熟悉的 San Gabriel、Arcadia Temple City， 往东呢也是15分钟到华人熟悉的弗兰冈 Walnut Diamond Bar， 它离10号高速很近，所以地理位置非常方便。那这一栋15000尺的工业仓库呢，建于1950年，独立的建筑，没有物业费。然后它的地很大，有将近0.95英亩的地。目前的这个屋主呢，他本身是 general contractor， 所以他把这个物业维护得非常好。2023年换的全新的屋顶。目前这个仓库呢，它有分租给三个房客。那这三个房客呢，在过户之后可以离开，或者是继续留下。所以这一个仓库呢，可以是屋主自用的 owner user， 或者是投资客。那投资下来的话，就把目前屋主自己在用的这一个地方呢，大概9000尺的地方，再找一个房客出租就可以了。那我本人也非常擅长商业的这个租赁买卖，我也可以帮你们租。那这个地呢，是独门独院，在我身后有这个栏杆，所以是我们熟悉的这叫做 fenced lot， 有 private backyard。目前房客在付的租金呢是1块钱一尺，加上 triple net， triple net 就是地税、保险和这个 common area 的 maintenance， 总共是2毛，所以租金总共是1块2毛一尺。房客的租约直到2028年，他们可以留下也可以离开。好，那就带大家进去看一看。仓库本身15700尺，其中4200尺是办公室。仓库的层高最低呢是14尺的 clearance height。这个仓库没有打开 loading， 那因为它的地幕属于 M1 manufacturing， 它的电压是高电压，所以非常适合一些生产的使用。它有5个平面门 great level door， 方便这些卡车啊器具的进出。仓库的要价250块一尺，大约400万。有兴趣的朋友麻烦跟我联络，谢谢。